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投资伯恩基，让掌握住理财的契机。我是 Linda， 观众朋友们呢，记得帮我们节目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按赞、分享以及订阅，因为您的支持呢，是我们努力的动力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去年三月份的时候，因为新冠疫情哦，发生了这个股灾哦，大跌了3000多点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们有做一集哦，你觉得大盘接下来是反弹还是回升呢？那么对照呢，我们这一次5.12的股灾，短短两天呢，就跌掉了2000多点了。那么现在大盘呢又是反弹还是回升呢？好，今天我们首先来欢迎我们的股市老师傅江金才师傅。师傅好。Linda 好，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。好，师傅，我要先请问你了，请问大盘现在是反弹还是回升？好的，那我想这个问题来讲是投资朋友最想要知道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反弹跟回升的操作方式不一样啊。是。那 Linda 你怎么来定义什么叫做反弹，什么叫做回升？师傅，其实我不太清楚，不太清楚啊。对对对对，你跟这个这一些最近的小牌一样，我们把它界定什么叫做反弹，就是说它上去之后会再下来啊，在这边整理很久，这个叫做反弹。那所谓回升就是怎么样？反弹上去直接创新高，就是回升，不回来了。对，就不回来，一去不回头了。那所以说，我想来讲，这个就整个操作的一个方式就会很大很大的一个不同。是，那特别来讲，现在很多的这一些，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都是什么，都是8523那一波涨上来才进来的。哎，对，对不对？那当然，这个你如果说知道说未来是反弹还是回升，对你操作的一个理念来讲，哎，都是非常的一个重要。那讲这么多来讲，我直接下一个断理，是这次来讲是反弹，不是回升。哦，真的吗？哎，对对对对，是。所以这个投资朋友在操作里面来讲，心里有这样的一个准备，哎，你就知道我要怎么样一个操作。是是的，好，师傅说现在呢，大盘是反弹，不是回升了，那是为什么呢？我们请师傅带我们来了解。好，师傅啊，你现在说台股大盘哦是反弹，不是回升哦，对，那是怎么一回事？怎么判别？好的，那当然，反弹不是回升来讲哦，这个还很多的时间哈，你去判别才有办法啦。那我们先来讲，就是说我们讲太久，如果跟你讲3411啦、3968，讲一些公老师，你讲一下股一点数，我能看吗？冇看过。我们去讲，可能投资朋友不会很深刻。那我们就来讲说，去年3月19号。8523嘛，是跟现在来讲，去年8523，我跟他讲说是一个回升。那这里为什么跟他讲是一个反弹？我们现在讲第一个，它的位阶不一样。哦，位阶不一样。对对对，上次8523年它是什么？它是跌幅够深，跌破10年线哦。哇，对不对？跌破10年线就是什么？就是简单来讲，就是你10年去买股票的都是怎么样？都赔钱，都赔钱了。那跌破十年线，很多人就是怎么样？会卖早就卖的啦，啊，不会卖也不会卖的啦，所以他的筹码清洗的够乎，清洗的过多够干净，都被洗出去了。对对对对，那你看这一次不一样啊，对，这一次怎么样？只有跌破半年线嘛，差很多，差很多了，10年线跟半年线的话，差高你一半，对不对？那差很多来讲就是怎么样？它量缩跌的还不够了，是，也就是说，它整体的这一个我们讲的这个。符合是第一个，符合清洗的不够，第二量清洗的不够，就是筹码面来讲仍然是相对的一个哦比较不稳定，比较凌乱、哦、对对对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从这个哦这个跌幅跟它的一个筹码角度来讲，我们就是认为这是一个反弹。是。那第二个来讲呢，就是说在8523，在去年3月19号的时候，国安基金开会说他要进场嘛，所以说去年有国安基金进场，可是师傅好像买不多，对不对？对，虽然他买不多，对，他就买好像买10几亿而已啊，但是整个心理层面感觉不一样，有信心，对对，有信心的，结果既然再买的人有信心嘛，你又想说什么呀？够漏了一些国安基金，国安基金最大咖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他就会进场护盘，所以你买起来怎么样？你比较不会怕心理层面的一个影响啦。嗯，那这一次在这个我们最近这个新冠会在很流行，这一次跌到15159的时候，国安基金说怎么样？我不进场了。师傅他是嫌太贵吗？这个你问这个就很好，他也不一定嫌太贵了。投资人朋友马上就会这样想啊。他不进场意义的一个原因，我一路不努力还没够深嘛。对不对？跌得不够深嘛。是。啊，那所以说他不进场嘛，或者说他怎么样？他觉得他进场也没有那个把握就可以把这个盘护上来，所以他也会怕，
所以国安基金没进场来讲，投资人会去想，就是第一个人想说，哎、欸，那、是不是跌的还不够啊？对，那跌的不够，你要不要进场？不要跌，不要进场嘛。那这个中间来讲就浮沉，就每个人解读会进场就很简单，哎、欸，这个大家解读不一样。很多人就觉得说啊，国安基金不进场反而好啊、代表目前我们的情况相对稳定啊。是，但是每一个人解读不一样，所以就怎么样，他就整理的时间会变长，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一次就反弹过。是，对对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是，哦，这个是国安基金从心理层面的角度来看呢、那我们再从技术层面来看。好，上次的日 K D 是破20啊，哇，跌得很凶，跌破20了、对对对。因为他整理一段时间重挫，那这一次来讲，这一次日线 K D 还没有到20，他就反弹了，就代表他跌的时间哈还没有跌很多了。是，那在股票市场是怎么样？就是说你要赞成那种很恐慌、很恐慌，越恐慌越大的利空跌越多，这样的反弹就越大嘛，越强。对对，那这一次跌的这个幅度来讲呢，还是稍稍不够。是，那这个是从技术面来看。那另外来讲呢，我们再从什么？从这个参与者的角度来看，哦，对不对？是。这一次来讲呢，8523之前那个时候，你去看市场有没有？大家都不做嘛，那成交量很小，对不对？对。哪有什么小白？对不对？大家都说老 COCO 啊，大概在底样也，对不对？人数很少嘛。是。那你看这一次来讲，从8523反弹之后来，引来了很多小白。你看那个开户人数增加了几百万、几百万这样在增加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台积电的大股东啦、你看那个都是小白。对对，都是小白嘛。小白的没经验没？就好像我们打牌跟很怕跟那个没有经验的打牌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按牌理出牌啊，他在想什么我也不晓得，觉得麻烦。对对对，那他有些被吓到了，整天就打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变成就是什么？你没有常理可以去判断了、是，没有常理去判断来讲，就是怎么样？就是你不好操作嘛。所以说这个是从这个整体的这一个角度来看，就是说整体从这个参与者的这一个角度来看。是。那另外来讲，我们再从另一个最实际，这一次大盘为什么会跌？大盘为什么？疫情嘛，疫情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看那个时候我们每天是怎么样？这个梁家伟每天去找他老婆嘛，是，对不对？嘉玲，嘉玲，你在哪里？对不对？每天叫嘉玲嘛，每天我们陈世忠出来哦，我们今天要嘉玲，每天都很开心、对，都很开心嘛。所以那个时候有嘉玲护国嘛，是，嘉玲就说哟，要嘉玲了，对不对？大家很高兴嘛。那个时候什么？没有疫情嘛，对。那这一次呢也不一样啊，这一次大家都很怕500出现啊，都大家在讨论说，哎、500在哪里啊？对啊，会不会超过500啊？好恐怖哦！对对对，那我们政策来讲就是为了怕超过500，就来一个什么，叫做这个这一个哦，我们讲了一个新的名词，有没有？是啊，叫做校正回归。对，校正回归嘛。对。那所以说，大家现在很怕500，然后看到500，你就会怕嘛。真的。所以大家的一个心理层面还是不笃定了。我现在进去买，那万一明天超过500会怎么样？是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大家在怕这个程度之下来讲，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反弹，你两个比较起来，你就很清清楚楚的知道、情况不一样。情况不一样，那情况不一样来讲呢，就是怎么样？就是说它只是一个反弹，所以反弹来讲，当然不是说哦，我所谓反弹可能是一个月、两个月，不是永远都不会回升，就是短时间来讲，目前它没有像8523直接上去，直接就是一个V型反弹。是，在这边即使它要创新高来讲，第一个它打底的时间要很长，也许是二重底，也许是三重底，所以说呢，我们把它看它是一个反弹上去会再上来，反弹上去会再上来，组成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底部。是，那投资朋友在这里来讲，你知道的这一个情况来讲呢，你就知道怎么去做。那事实上来讲呢，我记得之前我有跟这个林达，我们也录过一个，就是说怎么样的打底，它的底部算成功的。有，我们投资分析都对，我们投资分析有，投资朋友可以好好去找一下看一下哦。真的，找关键字就会收到。对对对，其实来操作股票里面呢，你多学一些东西来讲呢，
我觉得对自己都会有帮助的。是的，谢谢师傅的苦口婆心。那师傅请问哦，您说啊，既然啊现在台股是反弹不是回升，那是所有的类股都是属于反弹还是有强弱之分哦？那今天呢我们整理的像是传产金融电子哦，尤其呢像是今天低档阳明哦，它是最夯的，那请问它未来的走向怎么看？好的，那么当然在个股里面整个指数里面去做一个反弹，但是类别股来讲呢它不一定会一样。所以我们这一次来讲呢 Linda 也是很用心，我们去挑选一些最具代表性的一些个股来去讲。比如说这一次反弹，大家也知道，就是说里面最强的是什么族群？航运啊，航运嘛，每天4%、5%这样去做一个话。那航运为什么会这么强？第一个，你看看第一季我们所公布出来的财报哈，是这些航运族群都是最强的，都是赚6块、7块，基本面好。对，那你股价来讲，你说像姚明，哎，它涨到80几块，第一季就弄6块来讲怎么样？本利比看起来很低嘛，十几倍也还好。对对对。而且来讲又是什么？又是缺货，哎，这一些大家还是要不到货嘛，缺柜又缺船嘛，所以它整体的这个行情表现就很好。是，所以你看看这个我们讲的这个航运的一个族群，这一次叫做什么反弹的急先锋啊。而且反弹来讲，如果说像筹码面比较轻的万海，是它马上就创新高了嘛，三位数嘞。对对对对，那姚明来讲，你看它的走势也很强哎。你看它整理了那么久，这一次来讲反弹它是急先锋，是那所以说投资者在选这个股票的时候呢，也就要去留意，就是说这些股票跌很深，它的支撑到了大家敢买嘛？对，那你问他敢买的原因就为什么？是就是说因为我的股价跌很第一个跌很深，第二个来讲我获利很好，第三个来讲展望很好，第四个华人跟他的目标价都20几块，大家最敢买嘛。所以最敢买的股票叫做领先，像这样的一个个股一反弹之后来讲，它未来的走势我觉得来讲呢，它有可能直接就突破前高。对，那投资朋友碰到这些股票要怎么操作？就是说你也不要，就是说每个位阶不一样，那碰到这些股票来讲，你就设的5日线的停利就好了。多头的操作方式。对，多头的操作方式就是说它涨上去会涨到哪里，涨上来没人知道了。是。你问华人，你去问专家都不知道。但是它的走势来讲，我们看这个盘面的走势，如果一段不对，我们再把它出掉就好了。那如果对，我们五日线我们就继续报。它涨到天高第九，我们就赚到天高第九。哎，我觉得这是对对对对，这个是航运族群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方式。好的，那师傅，我们再看哦，这个2882的国泰金哦，金融的代表，它之前还涨停呢，那您怎么看呢？好的，国泰金很多人在操作很久都没有看到涨停了嘛。是啊。但是国泰金这一次为什么把它选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在整个金融族群里面来讲，在这一次的这一个操作的过程，它回档幅度也是很小。为什么？它都没去掉啊。哦。之前你看呢，人家都大涨，涨了。对，这个台积电也涨过，什么阿妈阿狗都涨过，就金融股最没有涨到嘛，都没涨到。对对对，那个时候很多些纯股族就讲说啊，我要不要继续纯股？我觉得都好，我们在这个很多人在其他的节目，很多人都在问过嘛。是，所以他这一次涨得相对比较小，所以说来讲，他回档就不会回档太多啊。这个是在股票市场。那另外来讲，就是说他这一次在反弹的过程里面来讲，也是全面都在反弹哦。国泰金啊，这个富邦金，哎、结果来讲它反弹，它交出来的成绩也不错啊。是，而且现在大家怕通货膨胀嘛。对。那如果通货膨胀下来之后来讲呢？对，会升息。对对对。那通货膨胀到那就怕升息，升息会怎么样？金融股就受惠啦。金融股就受惠嘛，所以你的钱也变薄去，但是金融股啊，它的存款呢，它的利差会变大嘛。是。所以像金融股这一种的一个个股来讲。虽然说之前它也不会马上就是涨很多了，但是来讲呢，我觉得像这样一个个股来讲呢，温和慢慢往上。是，如果说你把眼光放长一点，我们是看未来的这个1年到2年。对，我觉得金融股来讲，如果有拉回，做一个长线的一个布局，倒是比较不错的。将来如果说有通货膨胀也好，没有通货膨胀也好，通货膨胀是一定会有的，对，一定会有，因为放出来的资金太多嘛，是，所以像这些个股来讲呢，我觉得拉回去做一个布局来讲呢，也是来讲什么，做一个比较中长线的。那金融股，你说国泰金涨停也只有一天啊，哎、欸，那航运股人家都是4天5天都涨停，几乎天天，对对，它有一天就不得了了，但是来讲。
我如果说你觉得比较稳健的，它未来来讲可能震荡温和，慢慢的上去。是。那投资朋友来讲，你如果说你是纯股族的，保守型的，对，或者说比较保守的，或者说你把钱放在银行的，嗯，你如果要把它钱拿出来去买银行，对。对不 对, 对？当他股东更好。对对，当他的一个股东更好，这个是我们在这个金融股它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方式。对，是。好，师傅，最后一档是电子的代表，就是联电哦。联电您怎么看呢？好的，那联电来讲，我们讲是讲的业绩的一个行情啦，是就是说这一次来讲呢，有些很多有业绩的股票杀下去的时候，也是毫不容易的跌，而且跌得很惨，很凶哦。对对对对，那所以说像这一种有业绩的一个成长股，你未来要怎么操作？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低档这边来讲，分批慢慢去做一个布局。布局，但是它的一个分批，你不用像金融股拉那么长，你可以把时间拉短一点，就是说我们分批，比如说联电来讲，我们知道它的业绩到第三季哦，到第二季都还不错。那在它的相对低档这边来讲呢，我们可以分批慢慢去做一个布局。其实很多的这些电子股来讲呢，我们看它的一个业绩到现在来讲呢，就说今年到第三季为止来讲呢，大家都还没有疑虑。那它这一次为什么会杀这么惨？就是大家害怕什么 overbooking。重复下单的一个问题，但是来讲，你说重复下单，你说像这个晶圆代工啦、啊，你说像很多的这个 IC 设计啦，它重复下单的机会是很小的。哦，会重复下单可能是以前的这个哦 DRAM 啦或者被动元件，我怕买不到，我跟你买也跟你买也跟他买嘛。这些类的才对对对。那像联电这一种来讲，它是做晶圆代工的嘛，你跟我订产能，我给你的。对呀。它重复下单的也就相对的。都不是有人给他定金的，对不对？对对。那像联电来讲，这一次要扩厂，它还有很多它的大厂型，这些大厂来支援它什么？支援它的一个扩厂的一个，它自己不出钱呐、啊。是。就说你客户拿钱来这边先给我钱，那、我拿你的钱来扩厂。嗯。扩完厂之后来讲，以后你就有产能嘛。产能就给你。对对对对，所以说来讲，我觉得像联电这个角度来讲呢，就一个中长线来讲呢，对它的一个财务结构来讲是相对稳健的。是。而且来讲呢，也就是说我们今年来讲呢，我们这个除权息行情也是延后了，因为我们的股东大会今年到六月底全部都延期嘛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像这些个股来讲呢，延期有些人觉得不好，但是我觉得延期把利多拿到后面也还是不错，对啊，也不错。所以像这些个股，我们就分批慢慢去做一个布局。嗯哼，其实你买这些业绩成长股也是一样，你比钱把它放在银行好很多，好多了，对啊，真的。你要把股票卖掉之后，你想要放哪里？嗯，去换股啊。第一个换股嘛，第二个是什么？放在银行嘛。那放在银行你没有利息嘛。对啊。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些，第一个你知道整个大盘的一个反弹来讲是一个，在这边会筑底，所以筑底来讲不见得说它没有办法马上创新高，但是你低档这边来讲，懂得去布局，反而可以买得更多，真的，你可以赚更多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是，好，谢谢师傅精彩的分析，谢谢。好，观众朋友们呢，今天呢，师傅跟我们聊的这个主题哦，是这个台股呢，到底是反弹还是回升？那师傅刚刚跟讲了，这是反弹，不是回升。那我们也特别呢，列举了传产、金融还有电子的代表哦，三档个股，包括了航运的2609的阳明，然后呢，金融的2882的国泰金，以及2303。代表电子的联电，那师傅讲得很清楚。那如果呢，你还有更细部的问题，记得可以扫我们一下师傅的 QR code 加入 Lite， 师傅的 QR code 是小老鼠 GOD101， 扫就有任何问题，师傅有空都会亲自回答您。最后呢，喜欢我节目内容的朋友，欢迎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按赞、分享以及订阅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，拜拜。